不好啦，这边的滑梯要坏了，打电话告诉莱德。159，喂，莱德，对，这边有需要帮助，我等你。好的，我要先把这边封起来，不要让小朋友们进去，要不小朋友们受伤怎么办啊？还有后面也要用围栏给封起来。好了，等莱德过来维修吧。爸，我要打滑梯喽！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佩奇，这块的滑梯快坏了，你不能去玩，很危险的。啊，不行，我就想玩。再说，我每天都来这里玩，很安全呀，我才不听你的呢。哼，我要上去玩。天天，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要滑下去喽！啊哦，哎呦，摔得我好疼啊！啊哦，糟糕，佩奇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哎呀，就是屁股摔疼了。天天，我来了，现在开始修滑梯。佩奇，等一下，一会儿你就可以打滑梯喽。啊，知道了，莱德。好了，再把这个放上去。莱德，我帮你把护栏撤走。好了，现在滑梯就可以玩了。妈，太好了，打滑梯喽！这下小朋友们玩就安全了。